你不怕我杀了你？苏嬷嬷没带回信，花老夫人会明白的。心性乱了，官家若问起，只能拿华家的旧姓顶上。先回去吧。有人，是华芷。我方才见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前些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了，这人心隔肚皮。不能不防啊！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。找我有事？外边冷，进去说吧。怕我杀了你，你要杀了我吗？以后吓唬人之前，先把刀拿出来，别光凭嘴说。想问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能告诉我什么？华芷，无论我是谁，我都不会害你，更不会伤害花家。